퀴즈 브리켓. 和小鹿问问一起玩。小鹿问问手工专辑。西瓜团团。这节课用到的工具有：超轻粘土若干，手工工具一套。如果是小朋友操作，要用小朋友专用的安全工具。先制作西瓜团团的脑袋。画出西瓜团团身上的花纹。西瓜团团还要穿上衣服呢。制作西瓜团团头上的叶子。下面制作西瓜团团的五官。制作番茄彤彤的腿和脚。
把两条腿按到身体上。下面制作西瓜团团的胳膊，最后给西瓜团团安上小辫子。可爱的西瓜团团做完啦。小朋友们也快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西瓜团团吧。구독 버튼 눌러줘.